老大老大，我又给你找到了一道题，从起点连到终点。据说这道题只有智商高于140的人才能连对，连线不能重复。妈妈，你为什么老是来测试我的智商呀？这个那么简单，一点也没有挑战意义。你不要轻易下结论，你知道吗？这个题你必须要从起点连到终点，而且你不能斜着连，你只能横着连、竖着连，必须从这里连到这里，明白了吧？明白了。试一下。好的。连对了以后，这个就是你的。哇，你不早说，我就早挑战了。哇，妈妈呀，这个也太高级了，如果连不对呢？连不对就叫老二老三来，谁连对这个一答就是谁的。好吧，先从这里连，再连，再连，再连，下去，再连。什么哎呀，赶紧连呀。连你不是很有自信的吗？不是非常简单吗？怎么回事？失误了吧？连呀。你看你啊，对，你连到这里，然后这边怎么办了？回来吗？不能回来。你这那你这就属于耍赖皮，不能重复连呀。不行，失败。妈，我刚才太过于自信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哎，玩什么呢？玩这个连线了，你要玩吗？这不很简单吗？哎呀，又来一个自信的，要么先让你试一次。行，这也太简单了吧，连这个就是侮辱我的智商。耶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连对了的话，这个就是你的。真的？真的。这很简单呀。连？哎，对，就是不能重复连哈，从起点必须连到终点，不能空下每一个圆圈。那斜线吗？不可以斜线。我先观察一下。差不多。啊，横着连，竖着连，横着连呀。哎，打脸了吧？我跟你说，就不能太盲目。哎，你剩下这三个怎么办？这三个怎么办？我吃掉。失败了啊！你看，看啥看呀？哎。哦，对对对，真聪明哈！但这三个干嘛呢？你当我看不见呀？什么意思？老大还在那里研究呢，你别研究了，先把老三喊过来，让他挑战一次，说不定人家老三沉住气了，能成功呢。老三，他们挑战不成功，我肯定也挑战不成功啊。他们两个人是太自信，你是没自信呀。我先从下边连，再往这里来，再往这里来，再下来，横着，然后上去。哎，你看，你到这里的话，你就不能回来了，这里就失败了，没连成功吧？你俩还要再来试一次吧？我要来再试。我已经知道了。从起点连到终点，用其他的话就可以了。So easy 呀，完美，这样行吗？怎么不行了？你又没说呀？你看人家说的从起点连到终点，意思就是第一个从这里起，最后一个在这里是终点，你这直接就连到这了，这肯定不算呀。你怎么净挑战？这不行那不行，你来挑战啊。人家说起是第一个，终是最后一个。你刚才没说，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就从起点连到终点，然后其他都充满，这不就成功了吗？肯定不算。我操，我跟你们说啊，绝对不是我赖皮，我也不是说不想给你们，你们看我连，你必须来，必须从这个起点连到这个终点，你直接连过来肯定是不对的，看我给你连哈，竖着横着上去横着再下来，这样一直连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不是连对了？以后发现了一个不能了，我来就到了，我跟你们说，真的不是我赖皮。爸爸，还不给我们？你听我说完。那你不给，你来呀。
就好了哈，就是那个什么天意，都是天意，什么天意。